国民党总统提名人侯友宜化身投手投球相当有准度，但被问到想守哪个位置，还是选择老本行。都可以啊，投捕都可以，我当捕手比较习惯。到泰山的棒球学校参观体验，当然也要提出体育证件。我们竭力争取2038年台湾来举办亚运。不过想兑现证件，得先打败对手。民进党赖清德就嘲讽，现在蓝白还没上船，就已经在岸上吵着谁要当船长。你还是坚持往台独的方向走，你就是这样开船的吗？你不开船，不会开船来骗人民生命，换侯友宜来开船。但侯友宜来开船，柯文哲会跟着上船吗？因为蓝白河目前仍无进展。柯文哲虽然说不到最后关头，请大家耐心等待，但本周柯文哲就要跟副手人选拍照，侯友宜还要继续等吗？国民党以及15个县市的所长们反映人民的声音，我们会结合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努力往前走。而主席朱立伦前一天也传了资料给柯文哲，要他好好再考虑。但柯文哲是真心想合作，还是只想拖时间？国民党跟侯友宜阵营都得做好最坏打算。欢迎新闻林柏涵、李鼎强新北采访报道。世界局势变化莫测，你我都身在其中。国际间合纵连横，外交、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科技，无所不争，无所不战。环球大战线全方位观点，与您一起剖析战略，走进环球竞争最前线。